相谈甚欢，这是2022年洪都拉斯总统就职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跟当时还是副总统的赖清德首度见面，而互动良好的还有张忠谋。在 APEC 场边，张忠谋和贺锦丽单独会面20分钟，从半导体供应链稳定谈到区域安全。而现在，贺锦丽有望代表民主党对战川普，若是成功当选，那贺锦丽对两岸立场会有改变吗？出身是律师啦，参议员的这个身份里面啊，似乎比较少参与这个中国的一个事务，延续拜登的这种所谓联盟啊，那么围堵中国。一向身为副手的贺锦丽立场还没有太过鲜明，不过从过往来看，在2022年9月表示支持台湾自我防卫，而11月重申拜登跟习近平会晤中强调保持开放沟通管道，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美中竞争，依循民主党的传统。不过贺锦丽的律师老公被发现是靠中国生财，合伙的律师事务所不仅接受多家中国国有企业委任，甚至还有中国共产党前官员出任顾问。政治核心的领域里面，他是不太受这个家庭的关系有所改变的。无论是如果是谁啊，选上了美国的总统，他要维护的是美国的利益。随着美国总统大选倒数，谁当选还是未定之天，而两岸关系走向，台湾必须做好万全准备，因应任何可能变数。三立新闻林淑贤、杨芷玉台北报道。